啊，下一个叫做台风，这里不重要，不重要的原因是，会考的我全部都教过了，会考的全部都教过了。第一个，台风，台湾是在什么季节有台风嘞？停车站借问，台湾在什么季节？三十啊，台湾在什么季节有台风嘞？夏秋哦，请坐。夏秋两季有台风，台风再来就是强风、豪雨、暴潮。强风是什么？大风嘛，大风吹，大家都知道，台风还会有大风，大风会把招牌吹掉啦，大树吹倒啦，什么之类的。强风，豪雨就什么意思？就下大雨嘛。台风来会下大雨，那豪雨呢就会造成山崩啊、土石流啊，什么之类的，洪水啊之类的。啊，这就是。那什么叫暴潮？就是那个潮水会升得特别高，叫做暴潮。为什么会升得特别高？一，风吹的；二，它是低气压，会把水吸上来，所以潮水升得特高，那叫做暴潮，就会淹没沿岸地区啊，冲击海堤啊，海水倒灌啊，这是台风的灾害：强风、豪雨、暴潮。台风来袭的时候，我们讲过。哪一种地方雨势特大？暗示你三个字。哪个地方？前面教过 ，Number 14号，什么地方雨势特大？三个字，强烈暗示你三个字。我们画了两个台风，一个在北，一个在南，然后问你说哪边这样？不会哦，请坐。迎风面雨势特别大，迎风面雨势特大，这我们前面教过了。然后呢，台风过境台湾海峡时，经常引进旺盛的什么东西？然后呢，造成中南部的豪大雨，旺盛的什么东西？二三，旺盛的什么？很好，旺盛的西南气流，好，再来，好大雨，旺盛的西南气流，这个是考试会考的，记住。然后呢，台风警报来的时候，就请你啊，船只就大，渔民都会回港，然后叫你避免登山活动跟水上活动，拜托你。啊，台风来的时候呢，普通神经病人就跑去海边观浪，碰啊。超级神经病跑去冲浪，那个时候比较大，啊，一句话叫你不要去，你就给我不要去，跑到山上又下不来，他找人救你，直升机很耗油，很花钱，你知道吗？台湾下来谁人家给你中午吃不好吃，太奇怪了。台湾同胞过得太幸福，我朋友在脸书上写，他爱写一些，他那个贴了一个文章，我没有看到，可能是他知道他在讲那个浪费社会资源。然后他的朋友留了一个话，他说啊，我在德国，我在我们家出去玩，家里的警报器响，然后警察过，家里警报器响，然后警察过来，然后把他那个电关掉，然后后来收到一包80块欧元的账单，我朋友说你不错了，我在那边叫个救护车。收到一个400美金的账单，啊，400美金账单。那还讲一句啊，你们德国警察是温柔，如果是我美国警察，就把你家门打破，进去把它关，看看有没有事。然后呢，门坏了你自己修，浪费社会资源，叫你不要去就不要去，不要到身上去还下不来，还要去花时间救你下来。OK， 要少去作用，不要去啊。然后就是大家都这个，如果你真的注意就会知道了，要注意有没有海水暴涨、海水倒灌啊。然后呢，这些该定好，该绑好，不要让招牌乱飞掉下来打死人啊。啊，检查排水系统啊，这应该我们在台湾活这么久了，被台风吹过这么多次了，应该都知道了哈，啊。该做就是要做。然后呢，就要行水区啊，行水区就是那准备让河走的地方啊，看河走的地方。你有时候看到那个河啊，好宽啊，河面好，河道好宽，中间只有条细细的河流，旁边是空地，
那个是行水区，那个是准备大雨来让水可以走。理论上那里不能够放任何东西妨碍行水。啊，我觉得台湾同胞很节俭，看到那空地块那边就觉得好可惜，去种个青菜吧。种青菜还好，还有人去放个篮球，篮球架打篮球吧。放个货柜屋可以住人哦，这都是不对的事情。台北市有一些堤外停车场，堤防外面的停车场，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就会广播宣告，请大家几点前把车开出来，要关水门，把门关起来，让那个水涨起来就涨到外面。可是就有一些猪脑袋叫你开走，你都不开走，还把你拖掉，把你拖走。后来台北市政府就想了一个办法。这些不开走的家伙，以前就违规停车嘛，违规停车罚了1000多块钱而已。以后这些车子全部用妨碍水立法，妨碍行水，要罚个10000多块吧，看你开还是不开，看你开还是不开水，妨碍行水，这些东西都不适合放东西啊，不适合放东西。然后呢，该搬的就搬，该走的就走啊，要注意要撤离到高处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好之类的。那还有一个情况是啊。后来大家都晓得了，以前刚开始大家不晓得，台风警报来了，开回家，停到地下停车场，停下去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全部泡水，因为水往低处流，停车场就淹水。啊，现在大家知道了，不可以停下去，所以台北市政府现在都是怎样？台风警报来了，就开放高架桥可以停车。如果你连高架桥都淹起来了，台北市大概就没了嘛。看见没有，他要给停车。所以除非你确定你们家的停车场的入口有挡水闸门，否则不要把车停到地下停车场去，因为水会往低处流，它会淹起来，你的水就在，你的车就再见了，车就再见了。OK， 好，这个天母国中考过，天母国中考过，打什么电话可以听？现在会打这个电话的人应该很稀有了吧？大家就直接上网看就好了。那如果你程度够高，还可以去看看日本的网页怎么写，美国的网页怎么写，他怎么预测，我们台湾怎么预测的。OK， 再次这个天母国中考过，然后呢，台风警报的消息就欣赏一下看看就可以了。就是跟各位讲台风讲过了，会考的都教过了，你给我记住就对了。